哎、欸，这个你看起来不缺蓝哦。嗯，是不缺，那能吃。那你俩鸡掰了。应该还没有报名吧？还没报名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还没报名啊。一般我们出现一些不可抗因素，反正我估计应该是还来得及啊，应该不会额满。我什么打野都会玩啊，就是儿歌不会玩啊。我现在东物赛勒斯各种系，那你很适合打中路哎、欸，你那个赛勒斯跟楼鱼都跟鬼一样。还是你现在搞来练几只打野，我们可以错位一下。我打野很强，埃尔文，我打野维尔哥啊，我乌迪也很强，我老乌迪了，我 S2 就在玩乌迪了。赛特，安娜贝赛特，赛特吗？我的赛特其实蛮有料的。啊，这边楼一中你就赛特选下去，他骑二十啊。我又会玩。嗯，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？我27只啊，27只不会的。今天很呛血吧？这你不选一个这个，还是你要顾及？没关系，你喜欢加里奥来，我们一天可以玩一把加里奥。你要玩这只？我是觉得对面不变加里奥很夸张啊。可是你要玩这只？我要假设，我觉得你不能选加里奥，这边应该会笨重啊。来点持续输出吧，就这只。护旗啊，胜利之杖，老护旗了。胜利会不会没伤害？护旗应该还行吧？会不会给他护旗那个发育不良？那是很难吧？我有赵信，我还会发育不良。你可能会掉兵啊。我吃兵很稳健，六只吃三只，啊！我哭起了，帮我先讲，我也要当雷霆战机耶。你如果能推线的话，就去下他就、我慢推。我 DOTA 直接把西门打到退库，他玩一天都不玩，那么菜。我攻击好低啊，没事、啊。他放了那个森眼，你就继续不吃兵啊，一直 Q 我啊。我点那个一起吃兵的不会比较好吗？哦、都在那个会吃兵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会有那个惩罚。老三，你哪里要演？不用，都还不用。蓝宝，他想 gank 下来，我在后面。你小心哦，那个夜雪比我早 TP， 我在回。啊？我会慢哦，我会慢哦。没人。哎、碰到很慢哦，我会慢哦。打到就好了。走，没事没事。我好像不应该锤那一下的。你说不会赢的，赢的，这不可能输 ，How to lose？ 这个收光吗？再来，夜曲好像没闪。我还可以。那是。他们谁叫闪？不用管我。你不能吃兵，对不对？四龙，有没有兄弟？要吃龙吗？这个吃龙太那个了吧。我觉得掉节奏哎，要哎，好了，拜托，我他妈吃超快的，你帮我设几下就行了。买这个，我要帮你设几下。要提早跟我讲，要进要提早跟我讲。我来了，我再来了，我再来了。快点，这波必越。蓝宝还有到。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，没差，不能越就点塔皮啊。来，一样要打波的。哎，这边有到。我在卡你。等一下，他没盾哦，他没有盾，走了。哇，我还怎么还是这么软？赚！我想飞他一波，这也还好、欸，他们就一波流的大，他们掉了两个大，他跟我们一换一，怎么想都赚。他没闪，死了、欸。嗯，哇，你很强、欸，我真的很强、啊，哇，老酷奇了，老酷奇，你打职业太可惜了，还打业余。还是你扛，我追越他。好啊，这个能守吗？哎，我靠中哦，哎、欸，那个福野靠中，福野靠中。先不要叫，点一下叫。他们大绝过去。六，我想用这个大，我想用这个回家一趟。嗯、好，龙哦，30秒。我50秒 DP， 我跟他一样。没事，他的皮而已。应该不好推他哦，他现在小白加油。哪里啊？中路，我死了。哎呦，哇，还是过去了，好亏哦，这波。我打50块买星矢啊，亏爆。有吧？他们这波都没打不是吗？要踢吗？要不要打吗？不要！
不他踢了，他踢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帮我挡车，帮我挡车。他没跳绝，帮我挡车，帮我挡车，兄弟。哎、欸，哪里有车啦？他没车，他没车，他没车，他没车。看一下造型，看一下造型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是不是会送光、啊？会死吗？我踢一下。嗯，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个爆。卖的。哟、哦。两句吗？闪现，再来。这波有料的吗？哦哟，老赛特嘞。老赛特啦。嗯。哦哟，这个。不是啊，西门，你怎么卖我啊？你怎么一个人走过去啊？我不是、啊，我们要杀，我们要杀这个下路，不是吗？不能杀啊。不是说不能杀吗？为什么不能杀？刚不是说了吗？我的耳朵没有以前厉害了。啊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多配合一下，我有大，你有大，我就进去捅蓝宝，绝对是捅的下路。哎、欸，中路被飞，中路被飞，中路被飞，夜曲空大了哦。哎、欸，真假没飞你啊？有啊，没飞你，该怎么大？飞到吗？飞不死我、啊。哎、欸，中路中，哇，哇，哎、欸，你要大，你要我可以来，对，有啊，我炸啦。没有，我说 BB 啊。有啊，他不讲。我说西门啊。哎、欸，看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好硬哦！来来来，造型看一下造型，一个大，给我一个大，没大了，没大，谁还有大？话说，哎，小用来抓这个，他没闪了，怎么个抓法？不知道，你展示展现去爆他，他一定想吃这个炮车。我有圣殿之战，我打他会痛。嗯，赵信三娜好像很有料，三娜很强吧？混分巨兽，嘿、嘿，可以。我这个闪现没有用。龙啊龙啊，那我先偷吃。我跟我算了算了，待会吗？爆啊！他们想动这个哦，他们想动这个，我们要跟他打吗？可以啦，他们不可能动啦，不然他们动是发疯。没大，我没大。我们在 bait， 这个在 bait， 这个在 bait。等我到，等我到。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。才打。我在往看一下，看一下人头在谁身上，上路跟打野、啊。我躺好了，我躺好了。欸、我们两个不在的地方都别打。好啊，队友都没买分剑了。我买了，躺好了。欸、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哎、欸、哎，开大招！你直接开吧、欸。他们放了，他们放了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给我偷吃是不是？走啊！没有没，我走第一个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吧？掉了吧？你说可以啊？没有来得及吧？来了都来不及了，那么快？怎么可能那么快？对啊，我在走，我在走，我很远哦，我很远哦，我在。走得快。他们哎、欸、被这断了，被蓝宝卡路，被蓝宝那个断路了。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在绕，我在绕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在绕尾吗？我在绕。真的爆个死人啊，哥！这边猴子，看一队，看一队。冲！这个没闪，这个没闪。哎，先了。哎，完了，拉住了 ，barrier。我不行，溜了。需要杀吗？你都残血。我要推中二塔，我要推中二塔。我来，我扛，我扛。我在砍哦！你们这么狠啊！我要被尸体锤死了！哎、欸，没事。哦，尸体好强啊！你他妈太强！你看他的路来了，到了到了，他干嘛？三个够你打吗？可以打，过来！救命！我过来！不是啊，我被地道了。哎、欸，帮我断他一下，我快被救！靠，都没要鱼，鱼蛋，没招，就叫鱼蛋，没招啊！好，鱼蛋往右边走，往下河道走，往下河道走。来了！哇，被恐惧了！好，我不该进的。哎、欸，追！都没招，那个没大，那个反正是没大。嗯，你还敢投，还敢切？哎呦，闪现不重要，好走。再来打会战，嗯，要不要阿左？嗯，做做效果，后期打，我们要先把这个上半抢起来，那我中路要开起来了，好像想开你耶，我好像我有闪不会死啊，哎、欸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，他们想皮啊，他们想开，他们在开，我死了，哎、欸，我踢了，哎、欸，打起来吗？在哪里？中路，死光了，他们要死光了，呜呼，好怪哦，发龙吗？好怪哦，这个虐菜虐菜哦！哎、欸，他们的刀好像都在我身上哎，奇怪啊！这法洛是怪怪的、啊，他怎么走到快我脸上才打我？这全是 B 黑啊，这样杀你的、啊？他们是来给我们庆幸的，他
他们正在打赢狗哥耶，他们打赢狗哥啊，老混子啊，不知道狗哥那队就很长气氛，然后就被撞掉了。